回来 ，OK， 回来 ，OK。亲爱的朋友，我这个贝莱精品保养的旗舰店，明天12月12号在早上10:20开始的，陆续的可以有我们来报贵宾报道，一系列的有一个。这亲爱的朋友，我这个贝莱精品保养的旗舰店，明天12月12号。在早上10:20开始的，陆续的可以有我们来报贵宾报道，一系列的有一个节目，有国祥大师的那个洞箫的表演，还有陈淑玲校长带领的茶席的一个茶道的服务，跟巴登咖啡车。有甜点，有咖啡，无限的畅饮供应，是巴登董事长张莱恩董事长的特别用心的，感谢大家的莅临，也来指导，也来享用美食，每个人的来到来都是一份祝福，感谢大家，诚挚邀请大家的到来。是经营都是珠宝，还有我们主要是贝莱精品保养的旗舰店以外，就是好我珠宝店就是在中间。就是有一些古老的收藏啊，就也是把它展示出来与大家分享。贵啊！嗯，哎，你好，你今天到了？对，陈老师。这边啊。OK 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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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玩的就这最大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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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正在啊，就这回啊，就这么这出了。阿亮。当一尊了、啊哦，顶哥哥了，我讲。哎，一人嘛，你干啥？我讲，今朝我一定先用刀刀料正。刀刀刀。啊。来。就是没 ，OK，OK，、okay, okay, 好。
照相照相照
紧张。哎呦，这个太厉害了，我有点念不出来。举重球，举重球会有很多旅客啊，生于他的啊，这个跟我们认识也是在这种很热闹的场合认识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准备从高雄赶来啊，才开了两个多小时，开才开两个多小时。这个我是首先讲大家，我因为新疆口音呢，可能不太清楚。对，听得清楚，听得清楚。园中桃李梅，园中桃李梅，坐上客常来，坐上客常来，知己庭前饮喝酒啊，啊，繁花窗外开，斜阳红晓色。夕阳红景致，显最显著。红雅致，红雅致，是。霞彩最高台，霞彩最高台。随性三杯尽，随性三杯尽。人生得几回，人生得几回。好事好事。海峡对，从小琉球先早上就坐自己的船，还有沿渡船员来到我们这个跟我们那个朱女士来，对，还有一张，好，三张，好，帮我们收拾一下，太厉害了，对啊，装模大哥，我们要恭喜我们那个朱淑梅小姐当选我们口水溪塑化协会第十任的那个理事长啊，我们的装潢大哥，容易啊，不要跟怎么样？四喜临门，照相是不是？没有在吃东西。来看这里哦，哎，看前面，好，汉墨香，汉墨香不香？香。全云林字最漂亮的老师们都在现场，好厉害，好羡慕哦！因为我字非常的丑，然后看到大家随便一个签名上，那个签名本子绝对要留下来，全部都是大师的作品。对啦，哦，签名的本子，等一下请大家慢慢的吃饭，我再慢慢的一一介绍。出国之后，小琉球应该是我们全国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哦。好。合照一张嘛，不是大家合照一张，来合照来。
家合照，合照来。
啊，地名的。我今天不要哭哦，一讲真的是感动的要掉眼泪。那这个阿姨要洗衣，工作团队一条龙，我们的装潢就是你要操办，装潢大师燕青大哥，还有那呢，我这好邻居郑先生，来讲分。侯志明就是我们的那个宏利电器的老板，都是大力的在帮助我们整个的。
未来精品赞不赞？赞。他在。